男人一生性高潮时间的长短反映了男性或者女性对男性性高潮生理的好奇，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问题也困扰很多医学界的。然后最近有媒体报道，权威机构对男人一生性生活累计时间进行了分析总结，得出大概为16小时左右。在大多数男人看来，性爱高潮能让他享受到巅峰般的快感，是性生活追求的重要目标。不过近日一项研究指出，男人一生享受性高潮的时间加起来只有16个小时。研究者通过对数百名男性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发现一个能活到78岁的成年男人，性高潮的总计时间是16小时，平均到每天为 2.02 秒。也就是说，男人的性高潮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男性的性高潮大部分以射精表现，射精时间非常短暂，约有3到10秒，射精过后也是性高潮的结束，此时阴茎会逐渐脱离勃起状态。为了获得这短暂的高潮快感，男人往往要为此付出许多精力和心思，因此研究者建议妻子要帮丈夫珍惜宝贵的高潮机会，和他一起享受性爱的极致快乐。哪些男性易发生性高潮障碍？一、青壮年男性。年龄越大的男性，往往对射精时间的控制力越强，但物极必反，如果为了延长房事的时间，频繁采用转移注意力之类的方法，养成延迟射精的习惯，最终可导致不射精，甚至导致性高潮障碍问题。二、性心理异常的男性。欧洲泌尿学协会针对男性性功能障碍提出了新观点，不愉快的往事造成了心理阴影，会引起性功能异常、离婚、对待性的态度、面对异性时的表现等，都可能使男性无法达到高潮，最直接的表现是无法射精、性高潮障碍。三、服某些药的男性。无法达到性高潮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服用过治疗高血压、神经衰弱的药物，他们破坏了人脑中复合胺的正常循环，导致无法正常射精、性高潮。